起，俞敏敏推出新歌，在世界的尽头大声地说我恨你。疫情关系，六人在云端上跟导演连线，一镜到底拍完 MV， 光排练就花3天时间。是他是他是他，全地球全人类最敢讲的人绝对是他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样吗？可以啊，好啊。看看怎么又不见了。你现在才发现、啊、回来了，是要再重设一次哦。你欠一次罚5000呢。曝光的幕后花絮当中，练到副歌的《对你爱不完》手势却发生许多小插曲。清风、心仪、阿福努力卖萌扮丑，各自想花招，从家里挖宝找出道具，饰品创意十足。还有从顽童单飞的大渊，新歌找来阿布、玛利亚合唱 ，MV 也用分镜拍摄。慢慢做，开始下面团，慢慢和，给你点特别的，不再含糊。点几根蜡烛放在餐桌，灯光调暗，爱在闪烁。大渊拍 MV， 主爱与阿布、玛利亚各自在家中做拿手菜，马铃薯炖肉与洛梨三明治，用镜头借位方式互相分享食材。没了灵魂的煮饭，再好的食材也是腐烂，像跟不上拍的舞伴。MV 剧情与防疫自主管理为灵感，大渊还特别号召粉丝一起拍下厨影片，最后再一起剪辑进 MV 当中，让粉丝更有参与感。 TVB 的新闻吴慧燕、李玉涵欢迎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